加酒。为什么会锯掉呢？我那次穿鞋啊，弄到我又有糖尿病的，所以就胃好了。这个十一年，这个六年了。年的时候，这个五年的时候看到健康去做高去脉，又伤到了，做三个星期又伤到了。有些人说有糖尿要穿鞋，我做十多年小贩没有穿过鞋，一穿鞋一年而已就弄到脚趾。它湿啊，我们做小贩脚很会流汗嘛，会弄湿啊，弄到你的它你包住啊，它不会通风嘛。我都整十年没有做工，只是做一点手工这样咯。暂时我叫他停先咯，因为我要服侍我老公啊，不要煮，我不能做到。你那些又便宜的，你没有一直做，做不到钱的。装那个海绵呐、啊，海绵装进去一打才2毛钱，一天。刚做啊，做不到多2-3块钱，我现在要服侍他，我又不能做了咯，暂停先咯。我跟他讲，我自己做到也是累。4月10多号他才寄到大埔哦，他洗肾寄脚了，他的脚寄了吗？上个月哦，他跌倒去踩到一个东西，有铁片在脚底，他不知道。所以发炎咯，发炎刚好他洗肾，人不舒服去医院看到他脚这样，又跟他弄咯，弄到这样咯，才发觉他的腰子不好，然后到10月就说一下子坏到完了，完全没有再好睡啊，现在也变到他有一点血压高啊，都怕怕他。起初是说18%，到10月就说50%，再到11月就说90%。哎呦，也不知道，我一下子坏到这样，3个月都要值多钱了，差不多整要整10000有的咯，差不多。打补针要60吗？洗一次要230吗？洗一次就要打一次补针，不是290啊？哎呦，不知道怎样了，没有钱的人来得到这样的病。我才一个儿子，又要负担这个，负担那个，在我都很辛苦了，要在我进进出出这样。上来了呢，不敢再一直跑，所以要坐轮椅，要不然我可以用铁架跑的。他又不会移动来轮椅，我又不够力抱他。这一只脚的袜子不便宜啊。这个松了要穿多2对耶，这些普通袜子嘞，你看破了外面不要紧，里面有一个外面不要紧，一个都一个要50块啊。